老板，请掌声鼓励。Thank you.
演出哈，刚刚北管刚刚有说过，它有很多种形式，但它的曲目里面呢也有分短，也就是我们唱大台的，然后呢 Yuki 就是不在大台下面呢唱这种小的，所以它的声音效果呢比较清丽。那呢在前面的 Hempo 呢就是只有纯丝竹，就是只有乐器，就会更简单。所以呢其实我就说，其实传统音乐里面其实还是很复杂的。那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在扬琴的中间呢有两个人，一个敲的是通鼓，一个敲的是板鼓，这两个乐器呢就是我们北管的灵魂。如果敲板鼓的那个人呢，我们叫他陶秋狗，这个人呢是非常重要的，他是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的总指挥，所以呢这个乐器呢在整个北管乐团里面呢是非常的重要。那刚刚呢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他拉的不是胡琴，他拉的是卡黑。卡黑呢就是他的中文名称呢叫野虎，他是用椰子壳伙伴去做的，所以他的声音很高很尖。但他们今天没有看到有人拉那个吼痕跟他的傣公痕哈。那接下来他们要带的一连串的国乐曲目呢，就从我们